那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啊？这个经灵真理为什么能够翻转你我的人生？如果这一位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你一旦真实的认识他的时候，为什么过去他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他变成是这样的人呢？为什么可以翻转那个人的人生呢？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帮在改变他呢？就是基督教信仰有什么值得让我们来认识，而且认定这个信仰非要不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为什么这位上帝我就非要他不可？我想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你一旦你真正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真的你会看这个世界一点艺术不给的，真的你所要拥有的是什么？哦，我想它完全改变你的那个价值观的。所以呢，在这个2019年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一位可以翻转你整个生命的上帝，你跟他的关系是？哦，那个来改变翻转我们的人生，更深刻的去体验。那么希伯来书11:1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切记。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一直讲所谓的相信。可是呢，透过你对他的相信，然后去委身，然后看见他怎么样来引导你的人生呢？我想这个就是我必须要，等一下我会更清楚的说明。这个圣经，当亚伯拉罕，他因为认识完完全全的委身和这位上帝的时候，他所经历到的这一位上帝，跟他有立约的 promise 的上帝，他是怎么样来祝福亚伯拉罕？因为他对上帝全然的信心跟顺服，也因着因信哦，来得到称义，得到上帝的应许跟祝福。我想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哦，啊，这个亚伯拉罕在那一段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跟上帝的互动关系，首先在他70-80岁的时候，就已经这么老了，还跟他说：“我将来你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一样多。”可是到现在，我的跟我太太都已经这么大了，你是不是在讲笑话？上帝不是不会讲笑话，只要你相信，神就会成就一切。还有在考验亚伯拉罕信心的时候，难得已经要100岁了才生下这以撒，哎呀，又要把它献上献祭，这种试验试探多么的逆理啊！我还是那么老才生出来的，又要把它献祭，哦，献祭。但是他经得起这个考验，亚伯拉罕经得起考验。我想我们知道，上帝是真的，到现在我们看见上帝的祝福。那另外就是约瑟吧，我想这个也是，我想这个约瑟也是很特殊的人啊。我是怎么看都没有看过他有离开上帝，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真的是信心有信心的人。啊，他坚持信心，面对所有人生的逆境跟诱惑，而翻转他的人生。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被他的兄弟哦，真的是嫉妒哦，因为父亲对他特别好，啊，就把他变卖哦，卖给啊，后来去埃及，在那边当人家的管理啊，后来恩导啊和臃肿啊，哦，给他陷害。这个诱惑，然后就因为不从，然后就下到监里头。上帝并
这耶稣并不因为这样子来失去他的对上帝的信心，他遵守上帝的话语，因为他认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展现，可以看见神他奇妙的作为。啊，我想他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人生挑战之后，后来变成这个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宰相，然后带领这以色列人脱离饥荒的这个年日，然后又他的家族又逃离这样的困境，所以他一点都不埋怨。哦，我想对他家里也好，就是过去对他折磨的人，他都不会放在。他相信神透过这些人生的经历，我想如同我们很多的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想都有神他奇妙的作为，就如同这个耶稣一样，他经历这样的苦难的时候，他还是坚持他的信仰。神是有他奇妙的作为，他可能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成就、来祝福你的人生。第三位，约伯，我想这个我们更清楚，他真的是曾经在人生中是丰盛的啊，这家财万贯啊，妻女丰盛，孩子这个用的如土，可是在瞬间就把这个地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就不见了，上帝收回去了。他自己也变成什么重病在身。可是他虽然他有埋怨也有希望有人来关心，可是那个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人的问题，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后来他真正体验人生的体验是什么，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他说收起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你想想，他瞬间赏赐的跟收起就是耶和华。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还要展现的，就是这个一切都是出自上帝的旨意，他的手中，他要怎样就怎样。我想这个时候约伯是真正体会到哪一个是真正主宰、主管这个宇宙万物的上帝，只有顺服。对一般人来说，形成真实坚定的信仰是要透过经验跟体验，不然我们就可以从这三位圣经历史人物里头就看见，当他们经历到这样的信仰跟神的互动关系之后，会说上帝是谁？上帝是谁？我想他不会再有这种问题了。所以我也在这里很坦白说了，我们只有信仰的人，我们应该要有一种生命因为你跟这位神的生命经历那种经验，我想因为上帝是有时候真的希望我们对他更多的这种互动关系来形成的那一种经验，信仰的经验，我想的是很宝贵。我真的是很希望你有这样渴慕，有这样的信心之后，然后在跟他将你的生命的尾声交托给他的时候，有这样的生命经历。我只是今天没有办法，我相信我在过去的年月当中，很多的恩典是我可以说因为我仰望他，神一步一步来带领你的人生。我只是没有时间。亚伯拉罕、约瑟、约伯是有信心的人，他们的言语举止都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是不是？我想这个问题是出在这里。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以神为中心？那个时候我们看没有信仰或者信心小的人，他只可能看见自己的世界，
他用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说，基本上生活是以自我中心，想要我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片天，我有财产，我有地位，那个是我自己的想法所追求的，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想要怎么样达成一个心愿，我变成是神的一个器皿，在这个时代里头。可是我们看看人却经常是用世界的标准来追求来满足，而不是上帝的意思。我想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基督教信仰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可以翻转人生？我想接下来我们重点是在这里。为什么我一再的强调基督教信仰可以翻转？基督教信仰可以翻转你的人生。基督徒，因为他是将上帝，列在首位，因为这一位上帝不是受造者，就被造的人的研究对象。我们一个被造的人，一个受造的人，怎么可以去了解？就如同车子怎么可以了解人呢？一样啊，人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位上帝。而这位上帝只是信我们信仰的对象，因为他是宇宙万物一切有的源头。我想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有啊？为什么我会存在？这个宇宙万物星球的存在，哦，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创造者上帝，他不是要我们去研究他，去了，想要去用人的方式了解他，而是要我们去。因为相信正是委身，你才会体会他是一个活的上帝。使徒行传，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他天跟地是他创造的，这个称呼是有权柄，有位阶的含义，是有主宰的意思。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位上帝是主宰万物的上帝。我想这是我们要一定要认定明白这一点。我想就上帝圣灵的启示来告诉着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所谓的创造就是从无，来造出有，创造出有。只有上帝有这种能力，人没有能力从无造有。我们要弄清楚这一点，人没有能力从无造有，我们人只能从有造有，已经有的再来造有。人类勉强只能说是创新，而非创造。我想这个我们要弄清楚，一个是我们只是创造创新，上帝是一个创造，因为创造是从无到有。那么这位上帝是自称是 I am who I am， 就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他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个名字传达了，他就是一切的源头，他就是至高无上、至圣至洁的上帝。我想只能用这样来陈述这位上帝。基督徒不仅仅确信上帝是创造世界的主，也相信他是历史的主宰。我想上帝是超越时空的，但是人总还是有历史的，没有时间。我想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就是他是创造者，又是主宰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创造主，我们在创造主的面前，所有的人都应该只有顺服、忠诚与他的旨意跟他的命令。我想，他的旨意跟命令都很清楚地记载在他的话语里头，透过这些历代的先知传讲这些话语，人也在真正的认识这位创造者的时候，就会很自然的来表现出敬畏、赞美跟感恩的态度。那
那你真的去认识这位上帝，你就哇，我懂，你真的是我意想不到，比我想象的太奇妙了，我只能这样说啊。哦，所以不过我看很多的宗教的有是赞叹师父、感恩师父，我想他都那些都不是上帝，可是他却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这个人的尊敬跟哦爱戴，人就用这种方式去称赞，那更何况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哇，我们来想想看，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连理他都不太理他的，这个是说我们要好好检讨的地方。上帝是无形无状的灵，我想这个是很清楚。人手所绘，我们手所绘出来的、画出来的、所雕刻的，都只是人的想象啊！哦，他太厉害，这是人啊。雕刻也是，我想象说，它不是上帝的真正形象。我们看看太多的庙，哦，这个都是人想象出来的。这位上帝是要我们用心跟他对话，他不是一个没有生命。这位上帝不是没有生命，不会动的偶像，或者是被放在固定地方供人膜拜，而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这个神明，这个神，这个灵，上帝，他是真的是活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由于人啊，由于上帝是灵，人的眼睛是没有办法看见，因此对他以及对他世界的启示，他其实透过很多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有时候是充满错误的这种啊这种想象，因为我们只是用凭我们自己的想法，于是呢，他就安排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上帝自己本身成为人的这个样式，我想接下来我们就会更清楚，为什么上帝会要来到世上？我想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一位上帝就是道，一切的东西就是由道而产生，就是道就是上帝，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充满啊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这个荣耀正是父亲独子所当得的，也就是说父亲跟子就是一样的，哦，就是上帝本身。我想这个是我们，因为他就是道成为肉身，上帝成为人的样式，也就是我们才过的，我们每年都要纪念耶稣他曾经来到我们历史，又借着耶稣的教导和他整个生命的见证，人能更明白的认识上帝。我想上帝成为人啊，他亲自走在人群当中来传讲神上帝的这个盼望啊，上帝。当我们看见了耶稣，就像亲眼看见上帝一般，因为他就是上帝道成肉身，耶稣的降生就是本上帝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世上。好，下一章。这位耶稣借着他的言语行为，带领人认识、看见上帝，与上帝亲近。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既然你们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我想如果耶稣不是自己是上帝，他怎么可能会讲出这些话？他很清楚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这位耶稣敢讲这些话，也只有透过他
相信他的人，才有机会回到有创造的幅度。我想这个就是基督教非常奥妙的地方。我想等一下我们更清楚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人为什么没有办法救自己啊？换句话说，上帝本身就是救主，人哪有可能是救人呢？不可能的等级啊！唯有他才有能力施行拯救啊！耶稣则是实践跟成全他成就计划的那台，成就这个整上帝。只有我们人哪有办法去想到说怎么样来拯救的？因为人是有罪性的人，怎么可能有罪性不完美的人有这个能力？受造的人怎么可能可以去拯救这些有罪性的人呢？只有他自己本身呢才有办法。哦，我想这是我们希望能够明白这一点。所以呢，当人看见基督耶稣，就是等于看见上帝一般，而他所做的也就是上帝的作为。而耶稣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以及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上帝要传达给我们人类的话。该章耶稣基督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想我们很清楚，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不好，我们再怎么寻求是没法讲不通了，是通往上帝恩典永生的道路，也是你我得救的唯一凭据跟盼望。是因为耶稣来到世人，亲自来到世人，上帝亲自来到世人，我们明白这一点，透过他我们才是我们真正得救的凭据跟盼望。基督徒非常强调耶稣具有神性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他是从上帝来的，他一定要很清楚这一点，因为唯有上帝才有能力拯救人，所以我们必须确认耶稣是从上帝来的，他不是，他是圣灵感孕，他只是借由人玛利亚的肚子，他自己是上帝，以人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他只能这样子做啊！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说上帝怎么介入人的历史，他也是历史的主宰，他需要怎么样来拯救人。我想在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是这句话，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是早在耶稣出生的700年左右，他已经跟那时候的人说，有将来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他将来要统治我们，他将被成为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亲、和平的君王。这个已经早很早以前就说明白上帝怎么样会怎么样来拯救我们。那在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这样说，这位救主呢，为我们的过犯他挨毒打，因他受的责罚我们得到痊愈，因他的鞭打我们得到医治。我们看耶稣的一生是不是就是在这么多以前就已经讲了，哪有那么准的？所以如果他不是真的上帝的话，我想这个都不会实现看见这样一种拯救的过程的救。他的特质，这位上帝的特质是爱，或者是无条无比的爱。但这个爱也不是腐烂的，或者是滥情的，或者是纵容的爱，而是人很重要这一点呢，悔改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得到宽容、宽恕跟赦免。所以各位，我们除了要认识这位上帝，更重要的，我们要遵守他的话，要悔改。我想他就会用他奇妙的作为，来让你有更多的能力，在这个世上来做他的器皿，来为他做见证。正如同诗篇
所说的103篇一到十二节，他这样说：天比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比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他真的是无论我们的处境是如何，我们过去曾犯过什么样的罪，真的这位上帝已经很清楚，他永远就赦免你，只要悔改，他永远给你机会的。上帝是全能的神，他能够替人来解决一切困难，全能者，他可以解决人一切困难。但是我们有意愿要把自己，我们是不是愿意将自己交托给这位全能上帝吗？甚至愿意将自己的困难跟不确定的未来交托在你的手中？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这样的一种认知跟盼望吗？来做结语来说，我们看看我们的处境真的是变化太大，虽然我不尽然都了解这里头将来会因为如此来改变我们世代。那美国一眼十年后的事情，因为人工智能、大数据、AI 自动化、3D 列印、能源的改变，将会大大的减少人力的需求。举例来说，可能这个以后开车不需要用汽油，可能用其他方东西来取代。将来你可能不需要有车子，比如说以前都有这个taxi， 有 Uber， 他连一个他自己都没有车子，可是他们这个他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租车的租赁的车商，这个整个形态都不一样。现在有一些物品，这个透过输入到电脑，就 3D 列印，你可以听说了，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列出来，房子也好，我是不了解，我还没看过这种，就用可以把一些实体物透过这样输入，你的材料输入，就会生出那个东西出来。还听说将来医生也是也会输给电脑，因为有些资讯 data。输入之后它的准确度比每个医生还要准，所以有很多生活的这种概念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们要如何应对这种环境的变化？未来世界还会持续而且快速的这个变化，而我们教会要如何在这种充满挑战的环境当中屹立不摇？我确信唯有真诚的信靠他，我们不要忘记，就世界再怎么变化，这一点是最重要。你就要真诚的信靠他，谦卑的服务人群，神就会在每一个时代，来安排他的仆人，来带领教会，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神就用他的方法，在这个乖谬的时代里面，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怎么样能生存？除非我们走向不仅是自己灭亡，走向世界的灭亡都有可能。你愿不愿意？让你有限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你有限的生命，翻转连接到永恒的生命的国度。我想今天我的重点是在这里，这是他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但愿你更认识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来享受在他里面的丰富跟喜乐。不像我们的上帝，他是绝对的丰盛，宇宙万物他创造，他要赏赐给你，他都愿意，只是。我们寻求他的旨意，我们是否真诚的是他